欢迎各位搭档来到九龙潭。今天的任务依然是在游览泰宁山水风光的同时，为《奔跑吧，美好生活》主题画展收集画作。在之前的任务中，凯哥和雨熙已经通过抽取兑换券，获得了15幅画作，而其他的搭档目前还没有画作入账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，一定要见好就收。接下来，你们将在九龙潭继续为赢取画作而努力。你们在欣赏美景的同时，沿途的路上，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一幅画。你们要观察哪里有这幅画，并且记住画上的内容。在竹筏靠岸之后，需要根据这幅画回答问题，答对更多题目的搭档就可以获得收集画作的机会。就是要多多注意画，画了什么，画了哪些东西什么的，考记忆力啊。为了方便大家记住画上的内容，我们会先进行一项任务，胜出的两组搭档可以获得我们提供的画板和画笔。我可以赢取一个三星手机吗？哎，那不行，三星手机拍得太清楚了。真会聊。这里赢取画板的任务是这样的：五位男生拉住五根同心绳，绳子中间悬挂一根毛笔，男生需要共同控制毛笔在白色画布上，画出指定的目标词。五位女生在过程中抢答，率先答出可记一分。五轮之后交换，女生画，男生抢答。那我们要不配合咋整啊？这五个人？那是一定的呀，你有按国画画，像我按抽象派画，肯定不一样。五位男生就位吧。得绷直了，而且得绷直了。你再往我这边来点，走远，再往那边去一点。对，沙蝶像姜太公钓鱼一样。请看第一题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知道了。什么玩意儿？我都没看见。你不用看见了。好，来，看见了吗？看见了。搭档，你加油啊！站呢。多站点吧，多站点。他感觉饱含墨水。可以了。点一下。画。咋画呀？先画个底座啊。先画上面，上面有意思。好。先画上面。对。来画画画。好了，有了呀。上面有了。好，画完了。不是，这是什么？什么？好，画完了。老鼠？什么老鼠？不是，这完全看不出来是那个。信我一次行不行？信我一次，我绝对让他们猜出来。来，画，不动，就这样。哎，往上，好，过来，这是啥呀？好，哎，也可以。这啥呀？也可以。这是啥呀？按什么方向看啊？然后你在上面再弄一个。上面？对，你可能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吧。他想在这儿再加一根，很简单。不是，在上面再弄一下就有了。你俩到底听谁的？往哪儿弄、啊？在上面再弄一个就有了。你想的是不是跟我想的一样？对，咱们那个年代不就这玩意儿吗？快点的。什么蜡烛啊？节节高，蜡啥？在上面弄一下，你得有一个弧度。这是啥呀？怎么能画出三角来呢？他给拽回去了，我想往这儿走。可简单了，只要画一个竖线就行了。来，那不一样，他说是这个。他跟咱们想的那个不一样，这还看不出来啊？这啥呀？行了，这不是。年糕、棒棒糖、冰棍。对啊，这个不是，这对，你这不是那个东西。棒冰，差一点，画一个竖线就行了，差一点。我知道。冰淇淋，对了，小心加一分。棍儿
但这是冰棍儿。冰棍儿其实很容易猜，就很近嘛。很简单。请出题。来来来来来。哎，你们谁松点劲儿？来来来。啊，这个不会错，这个不会有第二种选择。哎，这样，我觉得是不是咱们得画一个，先画那个。就是那个是啥呀？就是先画那个，先画那个啊、哦，你懂我意思了吧？可以，先画这个，拉一条出来，先拉一条出来，对，哎、好，然后在底部，底部，然后再画后面底部，这样，不是你先画完那个你就不，哎，等一下。等一下，哎，别走了，差不多，啥呀？差不多，就是他那个，差不多，那个位置，差不多，就到这东西，可以了。啊，铲子，刨子，银杏叶，扫把，你还得画，还有看不出来，那还有两个，对，你要在上面再画别的东西，要不然人真看不两个，竖着画一条线，不，你别再往下，那线没有，有没有？横着来。横着来，这样，这，对，然后这边再来一个横的，对吧？对吧？对，行，哎，对吧？啊，对，这还看不出来，你非常熟悉这个，它是两个吗？上面，鼠标，对了，鼠标，对了，对了。好厉害！你知道我说相关不是我，你画只手，画只手，画只手，你是不是明白了？不一定。你想画什么？画一个鼠标垫。我想画一个那个接口啊，接口啊，接口也太难画了吧！请看题。哇！我先问一下，这个我们是画局部，不是，女士的那个会简单一点。妈，三维呢还？你看啊，我说的那个就是这样，你看再往这儿来一个，对，然后再这样来一个。钢琴。对了，这么快，那恭喜乔欣再答这一题。我都不知道。雨熙，多猜啊！嗯，大胆的猜啊！实在没看出来是啥，都怪你们，实在。我真的尽力了，猜到怀疑自己了也。来，请裁判出题。哎呀啊！哦，这个就又得是平视了。咱不说，平视了。平视的啊。可以了，太长了吗？太长了就不像了，不是差不多。等一下，我知道是什么了。香蕉、茄子、碗、鱼、小船。来呀、啊、来，继续画，画粗一点，对，稍微粗一点。你这跟第一幅有什么差别？再画个那个跟他相关的那个，哎，跟他相关的。这个画的是什么？就跟他相关。相关的是那个吗？对，是那个。是那个吗？就是那个。哦。是哪个呀？就是，然后呢？对，就这个吗？这是什么呀？这是在干什么？哎，回去。往哪儿去啊？什么呢？这什么呀？啊，对了，这是啥呀？为什么画这个能看出来？嘴唇呀！白鹿回答正确。我发现，就画的越不像，你越能猜出来。好像是，脑洞很大呀。请出题。来。那是很难，侧面吧，还是这个角度，侧面就是平视，平视不用研究角度吧，来吧，我们先画一个那个，哪一个？就是那个，就是那个，你先画，不是怎么方了呢？这个，啊，
对，没错。好。然后再拿一个那个串，糖葫芦，棒棒糖，钥匙。不是。那这个是什么？现在画的是？这个是主，就是那个主体，是那个。这个是那个？这是最重要的那个。这个就是那个。不是那个。需要用是那个的那个。对，那个的那个。对。是吗？对，不是最重要的那个。就当他是吧。你是那个还是？这是后两个字儿，我们现在画第一个字儿，把那个描述他的东西画。哦，是这个。哦，懂了。走啊。走啥？差不多是这意思吗？有点意思了，有点意思了。再来俩吧。哦。电饭煲。没有咖啡，茶，热茶，热汤。我都不真认识你，看出来了。你还能再来点？这样，你再画个那个。走。火锅。卡牌。哎，往下一点。哎呀，不对了。这是什么？你要画什么？哎呀，为啥呀？哎呀，不对了。披萨。把你画的那个画的这个那个啊，对，你像这样。不对，然后是这样反方向，对，然后呢？然后再画两个，这不一定啊。快餐箱。再画一个，这什么东西？我为了让他们看清楚一点，就画一点那个。我是一个知道答案的人，都看不出来。我意思呢，是画个他的，能不能听我的？画个他的出生的时候。对，出生的时候。出生的时候。小小的吗？大概这样。然后呢，还得点一个。哦，点一个。爆米花。鱼，烤鱼。出生之前他是这样的吗？不，我知道，他出生以后，他长大以后，长大以后是这个样。不，我告诉你，他长大以后什么样啊？这长大以后，可以。豆苗，豌豆苗，烤苕皮，豆腐皮，烤豆腐，接近了啊！接近了，烤豆干，臭豆腐，不学有提示。这样的，他说的是不是？我说的是不是，这么是这样啊？还是这样？还是我说的是不是？这分不许给，哎，这分不许给，给了你给各组都加一分。你看回放，我绝对是就这样，不是，这分不许给，有失公平。你给我一分不行吗？我就答对一题，容易吗？我们刚才你都给我们抽了一个归零了，你还咋的？咋的？想到这个结论，这个说服了。给一分，加一分。我证明他是这样。冰冰，你画的是什么？我想画的是这个，它是一个锅。这个是火，火我能看见。火，这是什么？这个是那个，就是它快好了的时候，你把它放在上面滴油的那个。我太难了，想啥呢？我们现在交换了，你好多说点。我多说点，多猜点。臭豆腐。什么东西？哦，再画那个大。对，画主体，画主体。一二三，什么东西？你们要画什么？太大了。OK。往上面画。哎，鲨鱼，帆船，蝴蝶，奖杯。对，是在上面。熨斗。对。沙哥得一分。啊？什么？直接就一下吧，主体，1、2、3，猜吧，猜先。看鱼，就这一下。钢针、铁针、签子，羊肉串、竹签、牙签。
太厉害了，你有想象力啊！慢慢的啊，一定要画得好啊。好，马桶、飞盘，这个应该很好猜吧？网球，乌龟，乌龟。再绕，还有，甲鱼，还有，再绕，让我蜗牛，张冰冰，你是不是哑巴了？张冰冰，你说句话我听听。给他读哑了，我对了哑巴了，笨蛋男孩，他不会说话了，笨蛋帅哥。一二三，房子，一二，风筝，这不风筝吗？帐篷，啊，你一看就是嘛。沙爹真的挺厉害的。我们将给沙溢组和李晨组发放画板和本子。我们组的绘画功底，我告诉你，画完跟拍下了照片一样。